我现在已经清楚告诉你，现在做过头了，就是要补票哦。301三千型的要多收50%。等警察来说。你自己定义的，叫等警察再说。我现在是我车站的主管。报警的、啊。然后我说想说好啊，报警让。我现在跟你说清楚，不是你的票。你是票吗？我现在不管你的票，你的票就是高雄到屏东嘛，好啊，坐301过来嘛。哎，过站。对啊，对啊，啊你301，这是去这想要申请，过站一定要加收50%。没有啦，我过站、啊、那所以你屏东我没有，不是没出站就没有搭车的事实。我就是从这边坐回去屏东，不可以啊，不然嘞，你坐计程车坐到屏东，再坐到潮州，可以不付钱吗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懂你的意思。你这个是有实际搭车事实，屏东搭到我潮州，我这边是潮州，不是屏东，所以你多坐的里程本来就要付钱，而且这3000型的自强号，无票乘车，好，一定会加收50%，不管列车长还是车站都有这样的规定，所以你现在就是必须要补票。第一个动作是你多坐的里程一定要补票，跟我们搭计程车一样，多坐的里程一定要补票。所以你下期要先完成补票的动作。没有啊，重点是我就是坐错站，我再坐回去而已、啊。不是你自己定义的，坐错站就坐回去，那这样都大家都白坐了吗？票拿去干嘛？我现在要证明，要看一下你的票的这个状况嘛。啊，对不对？有问题。就是你现在只到屏东，我这边是潮州。你多坐了，你多坐，所以要去补票。抢走干嘛？不是抢走你，我要看你的票。我在验票，我现在目前算是验你的票。可以啦，那你票不符合嘛？然后呢？不符合规定，请你去补票。有没有拿到了，拿到了，但是不符合规定，请你去补票。要你去补票，拿还你。别人警察来再说。你干什么？我现在不让你搭哦。我等警察来不说。对啊。然后等警察再说。对啊。好。对啊。多坐的里程可以说自己就回去吗？那边28分。你跟我说什么车次没有用？警察来再说。你现在就是违规。我是副站长，我马上处理，没有叫等警察来再说。他说他报警。我现在要求你现在补票。警察来再说。我现在要求你现在就要补票。我等警察来说。我们是怎样违法还是？对，你现在是违章。涉嫌什么毒品条例？不是，通缉犯。我现在已经清楚告诉你了哦。这个口气。我现在已经清楚告诉你，现在做过头了，就是要补票哦。没有，我要等。301三千型的要多收50%。等警察来再说。你自己定义的叫等警察再说。我现在是我车站的主管。报警的、啊。然、啊、后我说想说好啊，报警让。我现在跟你说清楚。我要等。已经告诉你这样多做的里程。我不用跟警察说，我必须跟你解释你的违章的情况。我要你在警察面前讲。不用，警察知道我的规定。过站之后，要不然你就是坐一般的，然后回去屏东站，然后再从屏东站再买一张新的票回高雄。你自己说的。正常是什么叫正常？旅客运送契约有定。用你的字是是。不是我的字是。我要再出。交通部，国营台湾铁路管理局旅客运送契约，我没有在跟你交通部。来，我跟你说清楚，如果您硬要这样子的话，你可能会被我告诈欺。34块，不是价钱的问题，就是50。为什么要除以二？那你告我诈欺没关系，你现在去告好不好？告诉你，已经有人被我告。好，你现在去告，我就是要因为30几块让你告。不是因为30几块，是你现在明知30几块或51块，多坐计程车坐到这边也是要付钱。为了51块让你告诈欺，不管是51块多少钱，51块让你告，你不愿意补票就是违章。我就是为了51块要让你告诈欺，这样子你开心了吗？我没有开心，没关系，这是国家大家的钱，我就是要让你履行你应该要尽的义务，好不好？那你要应该尽的义务，你为什么不尽？就是要让你要叫我履行。我就是要让你告诈欺啊！我还是要跟你强调一下，你要满足的法律责任，好不好？不是我法律责任，台湾人是你搭乘，台湾人就是这样子，屏东站搭到潮州站，51块让你多坐，就是要付钱。我就是要多坐，就是要付钱。我就是要为了51块多坐，就是要付钱。为了51块让你51块告不告？只要是诈欺的行为，就是你现在就是不补票。不管是我同仁跟你讲清楚，还是我现在跟你讲清楚，我先让，请你去补票。
下补完票之后，我拒绝运送你，你无法在我车站搭车的。好，现在我拒绝运送的时间是8:00。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那个火车票的一个争议，我过站，然后他硬要叫我收，硬要叫我补一张票，然后就是我从屏东站过了到潮州站，然后我还没有出站，我只是问他说，哎，我这边是不是有过站了？然后他说过站要补票，之后再买一张票再回去原本我要去的地方。然后我就因为刚我都还没跟那一个人员讲清楚这些事情，然后现在他的站长出来就是一直说要告我诈欺，为了一个34块跟51块。我想说这个事情一定要让警察来现场说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要跟我讲什么，讲什么人生大道理，或者是他的什么法律上的问题。好，他们刚刚已经有报一次警了，然后8:28说会到，然后现在我不是想说要请警察来，我才要那个，才要让他继续这样。他现在好像把我当成什么什么通缉犯还是什么东西，我不知道。他说他有报警。我现在在潮州站的火车站。站内在什么地方？站内的。我那个刚刚铁路警察局要去做，我帮你帮你。好。还是你要直接跟他讲。讲什么？我不知道跟他讲什么啊。不是，我是说这个，我等于是这个属于我的铁路警察局，他们要帮你处理。好。那你要跟我，你要让我转，你要跟我说你在火车站的什么地方？这边是火车站的哪里啊？报警自己回答。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形啊。你第一次就可以主张说你不想照那个规定。是他，欸，是他说要报警的，我同意他报警，欸。对啊，但是你违反的，违反我们的契约。有过站之后，然后他硬要说我。你赶快叫人，让人家警察110，赶快处理吧。好。啊，这边是什么站啊？不来哦。OK， 铁路警察 ，OK。我带你去看我们旅客运送契约，好吧？我们的规定。服务台在哪？他叫我在服务台等。警察说你服务台在等，我们每个都是服务人员。我们每一个都是服务人员，我们马上可以为你服务。我想问一下，你是刚到台湾吗？是不是？不是，啊，刚回国。没有啊。不是吗？那你自己有搭过台铁的车吗？我搭过，但我没有来过那个啊。来，那我带你来看一下我们的运送契约，好不好？要干嘛？白纸黑字嘛，不是你说对，不是我说对，我们看契约说对。铁路局的警察。你现在违规的情况，我要跟你讲，好不好？你现在要看，请你现在跟我来看契约，我带你看契约，好不好？什么叫不用？我先警察归警察，我现在带你去看运送契约，好不好？来，我要带你去看运送契约。你讲要服务台，我就是服务人员，我服务人员现在服务你，就是要做运送，带你做运送契约。服务台，我要问一下。那请你现在出站，我不会再让你搭的。太可怕了，真的。我不会再让你搭了，请你出站。真的太可怕了。请你出站，你现在就出站。我为什么现在要出站？你被我拒绝运送，你后面行程就是结束的。结束什么行程？我不会让你再搭车的啊。什么意思哦？我不会再让你搭我的火车了。啊，你的火车怎样？你不能再搭回去了，请你搭其他交通工具。为什么啊？我在8:10的时候已经对你拒绝运送了，后续的行程你都没办法搭乘。你在讲什么东西？我不跟你订立我不跟你订立运送契约，你现在不能再搭我的火车了。契约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我要带你去看啊。你说什么东西？我就是要带你去看啊。什么是运送啊？就是你搭我们的火车，对你的要求，对我的要求，上面都写在上面。什么东西呀？我去直接问一下那个警察就好了。你问警察，你在
浪费社会资源，警察懂比我们懂吗？浪费资源，警察就说叫我去服务台。我们就是服务人员，现在在为你服务。喂，他现在不带我去服务台，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服务台在哪里，然后一直跟着我走嘛。我们已经有派人过去了。很可怕呢。那我再请他跟你联络。他整个行为超奇怪的。我现在人在那个收那个出票口这里啊。对。火车搭过头都不用付钱的吗？还要自己除以二？为什么要搭过头还要除以二？你让警察来的时候，所以我刚刚说要带你看运送契约，你又不要看。我要等警察来的时候，你再带我们。警察并不懂运送契约吗？我怎么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呀？你不知道，所以我带你去看呢。啊，为什么你又不愿意去看？去看了，你不觉得你的行为很可怕吗？你的行为才是可怕。你的行为才活在自己的世界。你这可怕吧？你一直跟着人家走来走去的。你没有付完钱，当然要跟着你啊。搭着你这边的车，你的票款都没有结束，没有完成啊。是不是有病啊？来，第一次公然侮辱，你说我是不是有病？好，第一次公然侮辱。你不觉得你这个行为很奇怪吗？我不觉得奇怪。哪里不奇怪？我要带你去看旅客运送契约。然后还要，因为你没有付票款，所以我们的同仁说现在请我来处理。等警察来再说，你这行为。什么叫等警察来再说？你也可以出站再等，好不好？今天出站。要出站啊！我现在就是不在你的，今天出站。我要出站啊！不在你的，在站内干什么？你前天到站的钱都不付。奇怪的人啊，真的，前天到站，什么前天到站是什么东西？你已经到站了。请你出站。到了这个车站，你的车票只坐到屏东搭301，现在屏东还坐到潮州，多坐的不用付钱吗？多坐不用付钱吗？照规定，我说照什么规定？我带你去看旅客运送契约，你又不看。过站的东西我坐过站了，然后我睡着，然后坐过站了，我现在。到屏东，从屏东站到潮州站，我问他这个要怎么办，他说过站要多收51块。那多收51块，我是不是这个票还没出票之前，我其实是坐一般的再回去，一般就是坐一般的，就是这当中是34块，我给他34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他为什么又要多加50？然后这当中我是不是因为我是要去国光站拿我的那个客运的行李，我放在那个客运上面忘记拿，所以我从高雄坐下来。那请问一下，我从高雄坐下来的话，我干嘛要出站？我这一班就是回去的路程，然后坐回去屏东车站，从屏东车站出站之后，然后我去拿我的行李，拿完我的行李之后，我在那边买一张新的票回高雄嘛。我真的不懂你在搞什么、你讲的合理吗？为什么不合理？本来就你这个叫折为乘车，在车上补票的话，不管是怎么样都要加50。他的票到屏东，坐到我潮州，他说他不补票。潮州的50%，没错啊。50%是34块，再加50，再加五十，对，总共是51块。对，这样的话规定是这样。对。啊，这是谁规定的？铁路局啊。那我在车上补也可以啊。车上补一样，加没关系。那我在车上补啊。现在你在我的验票闸门到站，我还没有出站。不是你他们就自己定义的说没出站就不用付钱，不是你自己定义的没出站就给搭回去的车的票价。我们叫服务人员，不是让你不到服务台。警察就说叫我到服务台去。因为他们验票闸口都是他们。没有啊，我没有，我是坐错，就是过站了，我是要到屏东站。我知道。然后你要从屏东回屏东，对，坐屏东，对。啊，这当中我在车上不是他还是要补，他还是要补票。是吗？我就签9次。要找那一位是不是？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